谢谢你步道的工作人员朝正，然后应该大部分的同学都还记得我是谁，但社区组的伙伴可能是今天我们才第一次碰到，包括信祥大哥、陈阳大哥还有金坤大哥。好，那这边我们已经很熟了。那今天很开心，因为大家应该这个时间是刚下班，然后就赶来，然后我们这一次呢，最远最远是从哪里来？最远是从南投来。但是呢，还没有打破我们记录、哦、我们之前最远是从嘉义来、哦、不过没关系，就很感谢大家，然后愿意用自己的上班，然后包括这边有辅导社的同学又课余的时间来参与这个课程。那因为讲师还没到，不过没关系，我们这个实务课最重要的是各位同学、哦、所以讲师我们就让他在路上慢慢来。那这边呢，我会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进行的方式是这样。我会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有这堂课，然后这堂课我们希望做哪些事，然后我们会怎么进行，那最后希望产出什么样子的成果，然后再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那包括我们会这一班大概20位同学嘛，那还有步道社的同学，他们是用旁听的方式，所以每一堂课大概都每一次大概都20多位伙伴，所以呢，我们会让大家互相认识，因为你们会一起。在这边学习4个月，一直到12月22号。大家知道12月22号什么日子吗？哎，我这样讲话听得清楚吗？需要麦克风吗？没有。好，大家不知道十二月二十二是什么日子，对不对？那天是冬至。好，这是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已经想好了，到时候呢有结业的同学才有汤圆吃。好，好，那所以我们待会会。完整的讲一下我们这课程进行的方式，那当然也希望大家可以互相同学之间互相认识，因为大家会分组做期末的作业，那也包括要请大家准备的就是分享你希望做的那条步道的分享，就是比如说那条步道的长度啊，它的位置在哪里，它有什么样的特色。好，那因为社区组的伙伴比较好解决，因为你们都是怀抱着一个动机跟目的很清楚的动机来的，那所以要比较麻烦那个从步道学入门课来的同学，哦，你们可能就要多担待一些，就是多分享一下，然后呢，我们再一一打枪，说那些步道不行，然后最后再帮大家分组，说好你们哪些人可以做哪一条步道，这样子，哦，待会我们就会依照这个顺序进行这样子。那再问一次，大家都知道我是谁吗？好，那先简单的讲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步道学这个课程哦。最早最早，我们第一次的步道学课程是在2013年，但是在开2013年那一次的步道学之前呢，我们在2012年就开始了一个行动，叫做“天然步道零损失，水泥步道零成长”这样子的一个礁山步道守护行动。那在这个行动里头，我们做了什么事？相信大家可能已经听过不下数百次了，我还是要再讲一下。好，在这一年呢，我们号召了大概20多位志最后实际有去走，然后去做出步道调查的志工，大概20多位，也包括台大步道社的同学，去调查了台北市跟新北市总共267条步道，长达400多公里。好，他们就是一段一段去走，然后去调查出台北市跟新北市礁山步道的铺面水泥步道比例有多长，天然步道比例有多长。那也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学员、很多志工在参与过程当中，不断的有一些回馈，包括说，哎，好像不见得天然步道就真的很好走，好像不见得木栈道或者是其他类型的步道就有问题，但是它就算有问题，问题会在哪里，就有不同这样的声音出现。那在这期间呢，因为我们在台湾推动步道志工所跟步道运动也很久了，所以想说有没有可能让这样子。凭借着就是对步道有一种热情，然后进来行动的这些伙伴，他能够有更专业的角度去思考、去理解他走的每一条步道。所以2013年，我们就开了一堂课，叫做步道学。那真的是把我们自己害死了哦！为什么是把自己害死了？因为那堂课呢，这里头有一些伙伴是2014年的入门课的步道学，然后有一些伙伴是。今年的文山步道学，但是呢，那一年，好，我们是从入门课就直接上到进阶课，所以不是像大家是来3个月，是长长的超总长的4个多月的课程，
然后就每个礼拜，那包括刚刚提到那个嘉义的那个同学，就是这四个都会每个礼拜从嘉义上来哦参与这个课程。那最后呢，这些学员他产出了很多很棒的作业，我们今天有带来这些学员的作品，对不对？没关系。第一个呢，大家可以上网看，因为我们也放在待会会讲到一个步道军工协作平台。那下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们也会带来让大家参考。那个就是未来各位在座的各位伙伴，你们要产出的那份东西，那个成果。好，那也因为那一年这样子的很长时间的讨论激荡，然后后来有一个很有趣的，怎么讲，任务编组出现的哈。因为呢，当时有一个伙伴，志雄大哥杨志雄，他待会也会到，他也是在台湾参与这步道志工，工作驾驶很多次，很有经验，然后也参与了步道学的课程。那他在报告的时候呢，介绍了一条他觉得很重要，而且是台北市南台北市很重要的一个礁山，叫做景美山。那景美山系它可以向南港山、向中埔山、向富阳公园这些地方去做串联。他提出了这个地方的生态重要性，然后之后呢，他又号召了一群伙伴，在2014年开始，陆陆续续的有了一些行动，包括跟大力工程处台北市的算是步道的主管单位，提出了一个计划，要去做景美山仅存的一条手作步道，仅存一条天然步道，要去把它维护下来，也才有了2015年我们的守护文山步道学。好，大概是一个这样子的脉络。那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透过这样子的课程，让志工变得更具有一些专业之外，我们也希望让这样子的东西可以进到社区里头。好，所以在2013年、2014年我们开这步道学的时候，我们就是很开放的，让所有关心环境的市民朋友都可以参与。但是今年我们就特别锁定在文山区，针对跟文山社大的合作办了一个文山步道学，所以接下来也就是希望让大家透过这个课程呢，为什么我们说以步道为核心去连接这些专业知识？因为我们都知道，过去大家传统想象对步道好像就是哦，那个就是工程的事情，好像会做土木的，好，会做工程的就会做。可是我们在2012年的那个礁山步道分面调查，以及包括我们这几年在台湾这么多地方看到的步道的状况，发现如果你只用工程思维去思考这件事情，那条步道呢不但很难走，可能会破坏生态，而且它没有灵魂。所以呢，我们希望用这个方式把步道连接到这些事情，可能都让大家值得去关心这个环境的这些议题，包括自然科学，包括人文学。这样讲好像很神秘，对不对？其实简单说，就是我们走步道的时候，你必须去注意到这条步道它沿线的这些动植物，它的生态，它的气候，会影响到这一条步道它是用什么样子的形式呈现。那这样子的东西，在接下来的实务课程，大家就要花很多力气去收集资料，去了解，去解读你们要认养的那条步道。然后为什么会跟社会科学有关系？大家觉得为什么步道会跟社会科学有关系？ Hello， 大家还在吗？嗨的，步道社的同学讲一下好了。步道就是会帮牵连的，就是步道沿途的社区还有社区的历史，是不是？好，所以不愧是台大的。你看我们今年让大家来台大念书哦，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给大家有台大的毕业证书啊，但以后有我们牵连步道结业证书。好，刚刚瑞宏说了，因为步道它沿线一定会经过社区，或者是它过去曾经有过的传统产业，就算没有社区，那一条步道它会存在，一定也跟这个地方过去的发展有关系，所以它会跟人文，会跟社会一定有些关系。那相信来的伙伴呢，因为好像是常祥大哥，您是土木背景的，对不对？好，除了他以外，步道社有没有土木系的？没来哦，还有那个忘记人，吉人好，大部分的同学可能都不是工程背景的，对不对？所以你们对吗？哦，所以可能会比较难理解工程科学的这一块，也就是这一堂实务课希望协助大家去弥补跟理解，还有去把这件事情
和其他领域连接起来的一个过程。好，所以我们说用步道为核心，让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理解这些事情，它必须综合的放在步道上面去思考。那第二个呢，就是希望用浅滩生态保育的这个观念，好，让大家不管是社区的伙伴会带回去社区，或者是各位平常可能你有在登山，你可能在公司里面有这样的社团，你有这样的亲朋好友，可以跟他们介绍这样的观念。因为现在因为越来越多人会在假日的时候去爬山，但是大家可能觉得，步道不就是步道吗？他可能不会去思考这条步道它对环境有产生什么问题。当他走在水泥的步道上面的时候，他走着走着觉得膝盖痛，他觉得累了，他就不走就算了。可是问题是，这条水泥步道它影响的可能不是只有这个人的膝盖而已，它会牵连到更多的课题。所以这件事情需要更多人的关心。所以大家上过实务课之后，对我们来说，你们其实就是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种子。好，包括我们后面有几颗种子慢慢在开花了。好，那待会会让大家看到更多已经开花的种子。这样讲怪，好，反正呢，希望大家未来可以持续的在自己的角色持续去做这件事情，去推广、去说明、去介绍。好，那接下来进到我们这个课程本身哈，简单的说，我们的课程啊，今年比较特别，因为呢，我们有社区组的伙伴，然后还有叉型的大哥，我们有三位新竹处新竹林区管理处的环境维护志工，好。其他的都是步道学入门课程来的同学，所以他们可能会比较理解我们这个步道学的课程架构。左半边呢，是我们在入门课的时候会跟大家介绍的里山环境概论，还有步道环境课题探讨，就是透过步道上你可能会关心自然啊、人文啊、历史，还有包括我们用什么样的角度去思考步道跟人的关系，所以会有无痕山林这样子的课程。那个是入门课我们会教的东西。2014年跟今年步道学入门课的同学都还记得内容吗？那个后面那位是宜萱，对不对？宜萱在偷笑。好，我们会想办法让大家在四个月都回想起来。那右半边这个呢，就是我们进阶课实务课程要进行的工作。那因为我们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还有不同的社群的伙伴一起，那社区组的同学、社区组的伙伴呢？因为我们是带着一些强烈的动机跟希望回去社区推动一些工作的目的来的，所以虽然我们没有上过入门课程，但是相信大家基本上对这个概念是认同而且理解的，那我们也才会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后半段的这个步道调查，还有规划跟问题诊断，好，所以这是基本上我们的课程架构。那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的客户小天使婷宜来跟大家介绍我们的课程内容跟时数，因为呢，这个跟大家之后一直到12月22号都非常的有关系，然后会由他来跟大家做很密切的联系。好，那我们欢迎婷宜。报告的内容做一些回馈分享这样的主题。好，那刚
下，就是我们等一下的调查的内容，不是调查内容，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讲，请大家介绍就是自己兴趣认养的步道，这样这个，对不起，我有点紧张，就是请大家介绍，就是等一下接下来要认养的步道，那等一下会再请小志群跟助教群针对大家介绍的这些步道去做整个。筛选，然后确定到底哪些是可以成为培养之后期末作业后续的主题辅导。那整个会完成，今天会完成什么分组？那最后最多只有一组，最多只有三位这样子的方式。那社区组就是自己介绍自己的社区内的辅导这样子。那也调查一下，就是说，因为下两堂课是关于辅导的调查工具的一些介绍，那会需要用到笔电。那没有人没有笔电的呢，可以举个手吗？那社区这边是不是该都有？那就是至少到时候分组完之后，至少每个组都要有一台这样子，因为尽量是大家都要有，就是比较好可以去操作练习这样子。那再来就是讲到就是成果发表的部分，那。刚刚有提到，就是期末作业，就是我们到时候放在社团平台上，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之前上一届学长姐们做的那些内容。那主要这个报告的内容是想要让大家可以针对这个步道做一些基本的调查分析，那会有这些步道的基本资料，关于像气温啊，然后人文历史、整个生态环境这样的整个方向。然后再去做整个步道的一些课题环境分析，然后还有方向规划。那最后就是我们会针对大家的一些五项核心的，就是最后原本的课之前的课程说明发给大家的时候，有最后面有没有看到那个五项那个核心能力那边，会请大家针对于你自己的核心能力去做一个自我评分，那也会请大家写在这里面这样。那最后就是我们会请就是整个课程的完成，就是需要请大家都要缴交这份期末作业。那就是从像植物课学这边是一路从辅导学的入门课开始做一些了解，然后进阶深化到现在的植物课。那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最后会给大家那个结业证书。那个社区组这边是也是很辛苦的参与这个课程，我会给这段时间的这个实物课的整个时数的一些时数证明。这样够了。好，那我们再一次谢谢小天使。稍微休息一下，大家有没有对于刚刚说的啪有任何的问题或听不懂的？有没有大家有没有任何的疑问？还是没关系，就任我们摆布。看起来是这样，对不对？好，我再强调一下，因为我们前面有提过，就是这个会有辅导学生可能其实跟我们在台湾推交战辅导守护行动这件事情很有关系。所以这一个纯粹由民间发起的一个行动，虽然说我们不可能说，我们好像是什么资讯局啊，或者什么给大家一个技术证明，说你们就是拥有什么样的资格，不可能，因为我们就是一个民间单位，但是我们很希望给予大家一个怎么讲，很严谨的，然后很深刻的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最后我们还是会有。结业证书这样子感觉很形式的东西，但是这个结业证书，相信大家经历过这三个月的课程之后，你拿到的时候就会感动涕零。好，那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12月11号之前大家要缴交这个期末作业嘛，那再来就是12月22号我们会有个成果发表会，那在那个成果发表会呢，我们会用小组上去做分享，所以这个成果发表会呢，绝对不是我们自己的。听而已，我们会开放对外邀请，包括媒体，包括公部门的单位，因为不只是社区的伙伴，我们这些植物课的这些学员，大家认养的步道，
多半也不是多半，应该都要是公部门所主管的列管的步道。所以呢，我们很希望他们来听听我们怎么去评断，或者是思考，提供他一些不同的想象。好，所以这个成果发表会，它会是相当正式的，也才会有刚刚前面听有提到，我们是12月8号，对不对？12月8号那一堂课，我们还会有一个预演，好，所以就是表示我们希望大家是做好准备，在22号这一天做这个成果发表，好，所以如果以上没有问题的话，哈，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大家的职业资格，第一个你一定要交期末作业，好，那你的期末作业呢，虽然说你们是用小组一起去进行，但是小组的成果是那份简报。每个人都还是要自己写自己的作业。第二个，成果发表你一定要来，而且上台报告，因为你们的报告会决定了老师们是否认同你们拥有刚刚待会会提到的5项核心能力的其中一项。然后再来第三个，就是待会会讲的5项核心能力至少要有一项，然后大家才会获得结业证书。这样，那能不能获得结业证书，就像刚刚讲的，因为我们就是一个民间团体，或许这个结业证书对大家在就业上不会有任何帮助，但是呢，你会得到保证金退还，好，这个就重要了，对不对？好，所以呢，这5项核心能力是哪5项？第一个，步道环境观察，这个简单的说就是你要有去收集这个步道上一些基础资料的能力，所以你要会使用调查工具。然后你要知道怎么去记录这些步道上的资源，所以呢，如果大家已经忘了入门课上什么，或者是社区组的伙伴希望了解大家在入门课学到了什么，怎么去收集比如说生态面、自然生态面要去了解步道哪些东西，或者是文史要了解步道哪些东西，我们在待会放的那个步道志工协作平台的网站上面有过去入门课的影片。那个都是免费的，大家都可以去点选来看。好，所以第一个你要有步道环境观察的能力，那这个会怎么知道呢？就是要看大家的作业，还有你去上台报告说明的时候有没有充分展现你有这个能力。第二个，步道的课题分析，就是你收集到这些资料之后，你要有能力去用这些资料去分析这条步道它有什么样子的问题，或者是为什么这条步道它会使用这个材料，必须使用这个材料，因为它跟这里的地质，或者是跟这里的气候，或者是跟这里的产业有关系，你要去做这些连结，你要有能力做这个分析。好，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对社区组的伙伴来讲太轻而易举了，因为他们应该很熟悉这件事情，所以就请步道学的学员们要好好加油。那再来就是解决方案规划，我们前面收集完资料分析完之后，他一定有一些课题值得去解决，或者是需要去解决，那就要请你们针对我们在实务课上所学到的，怎么去拟定我们要去守护这条步道，它的步骤是什么，它的策略是什么，还有包括它的功效，会怎么用什么功效、什么功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好，那我相信这个也是很多学员、很多伙伴之所以会希望来上实务课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希望从功法功相这件事情更深刻去了解我们的步道。那第四个比较看不清楚，那字太深了，是团队沟通协调能力。为什么会有这个能力呢？大家知道我们在台湾推首都步道，绝对不是用一个人就可以做到的事情。守护步道它必须是结合了社区，结合了像各位一样志同道合的伙伴，在这个领域、在这个环境一起去加油。所以呢，沟通，团队沟通协调能力，这边看的是你能不能妥善的运用志工的能量，结合志工能量去做步道守护，而且去连接这些周边的资源。比如说我们在社区，我们必须或者是你还是得去跟领管处有一些联系，有一些接洽。那你如何从领管处这边取得一些必要的资源，包括我们刚刚讲到有聊到工具，或者是一些比如说活动举办的费用等等。所以像这个就很重要，所以在大家做的报告里头，我们也希望大家要呈现这件事情。好，那最后一个就是环境理念宣达这件事情，我们总指示这里面做的最好的人还没有来，8:30他就出现。好，
你们知道我在讲谁。好，那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我们前面有说，希望大家就像一颗种子一样，协助我们，跟我们一起去推广这样的理念。所以呢，虽然说我们在这个实务课的过程当中，很少有机会让大家好像代表着大家这个团体，或者是代表千里步道去做这样的演讲或者是分享，大概还不太会有这个机会跟可能性。但是呢，希望大家可以运用在这一段时间的学习到的东西，在成果发表会上的时候，充分的表达这件事情。那你的观念有没有放进去，就从你说出来的内容，我们就会知道。哦，所以基本上五项核心能力，至少要有一项被认可，大家才可以拿到结业证书。这样大家没有问题。怎样？大家是怎样的？觉得一个都没有办法的，有没有？觉得无比没有自信的，这样，千万不要这样，千万不要这样想。好，那如果这边没有问题的话，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大家也认识我了嘛？千里步道工作人员曹正，那刚刚也认识了我们的小天使提颖。那这一堂课呢，就像刚刚讲的，步道工作它必须是一个团队合作。所以呢，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先介绍我们重要的讲师群。因为虽然说这堂实务课重要的是大家，讲师群不太那么重要。可是呢，老师们要指点大家，要回馈大家。好，所以我们现在只到了一位嘉志老师。好，大家好。那我们另外还有两位老师，明谦老师他应该还在路上，然后耀勋老师下个礼拜大家见得到他，下一次就是他的课。好，那接下来是我们重要的助教群。这一次会有助教群，其实是一个很突破性的尝试。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年没有。为什么第一年没有？因为我们还没开课。好，所以今年大家有福了，因为之前开过课了，我们训练出了一批资深的志工。那为什么会设计助教呢？因为第一年的经验真的让我们很惨痛的经验，就是大家做那个作业都很痛苦。因为呢，那个很多东西就是大家第一次接触，包括我们要请大家做简报，而且你简报不能随便做，好，然后你还要像我这样子站在这么多人面前，然后侃侃而谈，介绍你们的步道，所以这个能力呢，就会在那个过程当中一点一滴去要求大家，好，所以这不见得是大家都行的，但是至少报告做报告这件事情，你要注意到哪些事情，还有包括我们会有两次的户外课。一次是做踏查，然后一次是两个单日的实作，就是去做步道。那这些资深助教呢，也会来协助大家。那他们会怎么协助大家呢？待会我们会分组嘛，对不对？所以每一组呢，至少都会有一位助教协助。好，会有一位助教协助大家。那因为助教陆陆续续到，今天应该会尽可能全到，所以呢，待会稍晚再跟大家介绍他们。好，应该会有八位，那包括我们工作人员也会在这里头协助大家。那再来就是我们啊，千里步道协会，可不可以请我们的工作人员都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对，包括你，对，这个也是新科的新竹市委护士工爱心，好，是你们的学妹。好，然后于之，还有志成，那其实大家有认识，我们会在之后的每一堂课。可能最后大家都会只见到你，因为我们可能都在其他地方，但是没关系，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我们寻求协助。那再来就是很感谢，文山社区大学，待会嘉宇或许会到，那会有这堂课继续办理，跟文山步道学其实很有关系，所以很感谢文山社大跟我们今年的合作。那除了这个课程之外，我们实作的场域都会跟文山社大有很紧密的合作跟互动。那再来就是感谢台湾大学的步道社，步道社的同学起立。要起立。好，讲话的这是社长，然后很感谢他们，就是这一次跟我们，我们就这样推社长代表，感谢那个步道社的同学协助我们有这么好的场地。那因为台大这边社团很多，所以大家看到那个我们那个课表上面的那个场地的教室。有时候会做调整，所以下一次是在隔壁202。那总之我们都会在，上课的前一周，比如说我们今天我们课都是固定礼拜二嘛，对不对？前一周礼拜我不需要讲英文嘛？
前一周应该是礼拜五或者是礼拜四，最慢礼拜五一定会发课前通知，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你们的信箱，我们一定会发通知，无论如何都会告诉大家下一个礼拜要上什么课。好，虽然说大家可能都已经收到资料，一定会提醒大家。好，那我还没有漏掉什么？好的，那接下来是不是就要换大家了呢？好哈，好，针对前面还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要请换大家喽。都没有问题，真的没有问题，好紧张哦。这个时候越沉默，表示后面越糟糕。大家可不可以想一下，想一个问题来问我？如果都没有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先请？我们就照这个顺序好不好？我们先请社区组的伙伴来跟大家分享，然后原则上社区组的伙伴介绍的步道呢，就会是你们的作业的主题了，这个就不会动。但是待会大家就是除了社区组的以外的大家，你们报告的分享的步道都有可能被打枪，好，所以我们最后才会有一个确认的可以做认养的大家作业主题的步道名单，这样有没有问题？没有哦，好，那我们是先请邱大哥先。好，好。那你要帮忙。好，在处理简报的时候呢，我打岔一下哦。待会请大家，因为我们时间有限，然后我们有20多位同学，好，步道社不用全部都上来，拜托。那。步道社应该也不用上，那待会呢，大家原则上一个人5分钟，然后请你先介绍你的名字，你来自哪里，以及你要分享介绍的步道，这样可以吗？好，那就请问啊。各位晚安好，我是来自今天最远，从南投来的。我今天要介绍的，哎，我先自我介绍好了，我现在职务啊是南投县鱼池乡社水发展协会总干事。其实我也是荒野保护协会亲子团的一员啊，他们都叫我阿桑，我们的自然，因为我的故乡最红的就是红场，日月潭红场，所以我的自然名叫做阿桑，其实阿桑比较好记。好，啊，我今天要介绍是我们社水发展协会里面的森林步道，啊，今天来介绍这条步道啊，下一个，啊，地理位置，这个都知道哈，这个是日月潭。啊，我的故乡是在它的北边，但距离埔里是大雁村，鱼池乡大雁村，南投县鱼池乡哈北端，哎，埔里镇乡里就在这附近。下一页，这是我社区的那个全区导览。我的社区是921之后，921民国88年，今年116年，好，那里我们的社区6层房子全倒。所以我们社区几乎是重灾区，但是也相对的不幸中的因祸得福，因为之后我们才成立一个社区，在相关的单位辅助之下，我们民国96年曾经得到10大景点的村，但是我们社区很小，我们全村才6几户，总人口287人。啊，我今天要介绍的那个步道是这一条，哦，这我们社区嘛，哦，这是一个环状，这个步道是从这边开始延伸到这边，是绕一圈这样子，全长差不多4公里，步道步行的时间差不多2个小时就可以走。这一条步道是南投县林管处民国92年帮我们社区完成，至今也差不多12年左右的时间。啊，步道的那个。为木栈道，还有天然的泥土道路，还有丛林延伸。好，下一页。这我们从起点开始，哈，就差不多有在这个地方，有差不多有300公尺的木栈道，这个好像有点模糊，这是很多游客去游玩，是差不多有300公尺的木栈道，再往前延伸是有一段的水泥桥，哎，水泥。水泥的那个应该是车可以通行的。好，再下一页，再往前这有一户人家哈，
是有一个居民住的新湖，这个地方前面可以远眺埔里镇的那个盆地，就在这个地方。下一页，再往前延伸哈，差不多200公尺，这个步道就开始是有一个泥泞地，有充实沟长约120公尺，这是我目前想做的，就是我所做步道的这个地段，长约超120公尺。那、啊、这一段是那个林务局帮我做的一些护栏，目前应该今年已经施工完毕了。那、啊、这一段因为给水冲刷的很厉害啊，所以我想用那个所做步道的方式来完成这一段，长约120公尺。下一页，再往前延伸哈、哦，这是林务局帮我们做的那个木栈道，目前也施工完毕了。啊、再往前是有一个瀑布，叫做水上瀑布。下一页、啊，水上瀑布往下、哦、因为那个太陡峭了，我想说那个我当初有跟林务局去谈谈这一段路，因为太陡峭了，所以我就想说用最原始的方式，就不要去动它，不然怕说太陡峭发生危险。下一页，就是差不多有300公尺陡峭，这是我儿子。我当初是跟他去看看的时候，看他的路面，其实如果再用人工去破坏它的话，会发生一些坑坑，所以到时候我可能就不会再做这一段。下一页，哎，这个就是那个步道之前的那个生态，这个是雪的，就保持很原始的生态。它这一颗有点模糊，是很多的蕨类。下一页。这是那个水上瀑布，它枯水期的时候的景象。这是丰水期，啊，这是它的上游是那个淘米坑溪，是流到埔里镇。这是它的，我们是它的上游。下一页，这是在瀑布的上面，叫做水上平台，就在这一段，瀑布在这里，平台就是它的上面，生态相当的丰富。下一页。这是我跟荒野保护协会的摄影老师去拍摄的那个平台的景象，谢谢。啊、今年4月份，我们那个荒野亲子团3团，我们在这边进行那个导览解说。这是我们亲子团小朋友哈，国中、国小的学生去那边，请解说员老师做一些户外解说。再往前延伸哈，就是很。原始的这些是那个福州山，这是步道，这是保持很原始的状态。下一页，再往前延伸，这里有一个瞭望台啊，就是这个，这是那个水保局帮我们做的。啊，这是我家前面啊，这是我伯父种的那个红茶区。啊，这是我家，这个我家就在这个的前面一点，所以这个步道是一定要经过我家的。这是那个水上步道常见的动植物啊，你看我今天秀出来的，就有很多的蕨类，所以我这一条步道，当初林务局官员开设这个步道，给我们另外一个名称叫做侏罗纪公园，因为它的那个梨桶树，还有那个梭罗，还有毛蕨，蕨类相当的丰富，它的估计啊，差不多有10万棵，所以我们这个步道的蕨类几乎是应该是算。中部算相当的丰富，啊，这一颗是国宝级的桃矢白日芹，只有我们这一颗才有，所以不管是动植物啊，都相当的丰富。下一页，这是今年5、6月份，都大家很多地方都很丰盈的虫，这是在我们水上部去拍的，几乎就是没有什么人，因为保持很原始的状态。下一页。它是很多的那个新闻记者啊、哦，去我们社区拍摄的一些，不管是新闻啊或者是平面，都有去报。如果有空，大家可以一起看一下。谢谢，谢谢各位。好，谢谢秋分大哥。大家有没有觉得他刚刚那个报告其实也很接近我们结果报表要讲的？你都好哎、欸，好，那再来是我们换，好啦，乔好，对，好，那个活动的设计伙伴，
郑维，刚当爸爸的郑维，还有已经当妈妈很久的苏伟琪。好，那我欢迎他们。叫淑慧，因为我们平常都有在上班，所以没有这个给你们看，但是有这个来给你们看这样子。那我来自猴洞，猴洞这几年有听过吧？对不对？好，对，大家知道这都是猫哈，其实并不是的。我们猴洞以往它最主要是以产煤为主，矿业。那在还没有矿业之前呢，我们也其实也有农业，有种茶，有种。还有种植大青。那我们今天想要做的呢，这一条步道跟以前的产业呢是有一点关系的。那我介绍完我自己之后，先让我的伙伴也出来，他要讲后面的。你先上来啊！所以你说走到那边你就讲。好，不要这样子嘛，这样。好，大家好，我是从猴洞来。郭正，叫我小郭就好。好，大家应该看出来我长得像猴子，所以我是猴子。好，因为我们的身份其实都不太一样，像淑慧姐她是土生土长的猴洞的猴人，然后我是4年前因为在那边，希望在那个猴洞国小一个旧校区做一个生态教育园区，然后进驻的人，那我现在也住在那边。然后我们下一位，现在人还在日本的这一位是刚退伍的猴洞的青年，也是土生土长的青年。我们这样子的组合，也是希望说，借由这样子的组合，可以让猴洞有个不一样新的气象，而不是那个只有猫的。像淑慧姐，她在前几年提出了猴洞有5道，那5道？5道，5道，铁道。河道、坑道，还有最后一名的猫道。猫道就把它忘记掉，忘记掉，忘记掉。对，那其实是淑慧姐在2011年提出来，反正就是连续3年迁移步道有到猴洞来做步道，那也其中也有我们今天想要认养的那一条步道叫后蛙步道。为什么要认养后蛙步道？因为它离我很近。对，再来就是它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示范的重点，就是说它其实从2条路可以进去，从活动车站出来之后，它可以经过我家门口我家门口，然后走一些水泥路，然后进入到金字碑古道。金字碑古道有听过吗？没听过淡南古道，总有听过吧？那是淡南古道的其中一段，然后从这个路程上面，它可以感受到所谓的水泥铺面、柏油铺面，一直进入到金字碑的登山口的阶梯、水泥阶梯，然后再右转，当然目前还没有路标，右转进入到后凹古道的时候，开始进入到一个自然步道的一个地方，然后从这样子进去，然后再从可以从猴母公路。一个公路出来，又接到水泥古道，或者是接回金字碑古道，走到牡丹孙溪那个地方。其实这一段路，它同时体会到了人为的跟自然的，还有我们之前千里步道协会在那边所做过的步道，我们可以再这样子做一个很示范的动作，而且我们可以更深入的去了解它，让它成为是一个。台北近郊来说，最主要可以去观察到，跟就是从头到尾，像是人文的生态也好，自然的生态也好，整个社区的结合，都可以在这个步道有个发生。当然，我们一个小小的心愿是说，我们未来是希望活动其实临近有很多的步道，以活动为核心。大家有没有听过？做那个去打坐做7天的那种长期的课程，但是我们是希望说有没有可能来活动，我们走路走7天，就在活动走7天，在借由走路的这段过程去了解我们的环境，了解自己内心或是身心灵的一个统合，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更
延伸出来去关怀或是关心我们的环境，让这个步道不会只是一个在山里面没有人发现的步道，而是它越走越火，然后再加入现在的历史，不只是从以前的脉络到现在。那后凹步道其实是金字碑的其中的一个支线，为什么会有这一条？其实也是一个意外，因为大部分的从那个淡蓝古道，又是淡水町到尼马兰的这一段，其实有很多的步道，像是什么金字碑的草原古道啊，这一段。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一条？其实，在铁路还没开通之前，就是日治时代三貂岭的那个坑道还没有开通之前，大家为了走捷径。所以搭火车到活动那个时候已经有车站了，所以有铁道嘛。对，搭火车到活动，然后但是要走到金字碑，要从另外一边走啊，从另外一边走，所以他开了一个捷径就是后凹古道。后凹古道也因为这样子开始出现很多人的聚落，包括地方的产业开始在那边。欢迎时间到，还可以再来一个。可以。好，谢谢。啊，有要问的吗？没有要问哈。好，今天不是解说，后面不是解说。对，我们后面。那我们谢谢那个，来自活动的那个双口相声，崔哥有问题要问他。好，请问一下，你那后凹是哪个凹？哦，凹凸不平的凹，凹弯，凹凸不平的凹，凹弯。对，凹弯，因为你刷的凹表，凹弯。我们当地人家叫凹弯。好的。不能再这样讲下去了。那待会兒社区组的伙伴讲完之后，我们就会严格控管时间，不能再这样子下去了，因为我们9:30会结束掉。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请中顺里中顺社区的青年大哥还有长江大哥，欢迎。各位好，我想基本上会对我们里长推荐来参加这个步道讲义，也是这么一个因缘，因为我刚刚有假日。去运动的习惯，那么走过先进岩阶段，稍微发现，奇怪，阶段怎么这么漂亮？哦，那个生态啊，阶梯那个步道的感觉好舒服，好棒。那我就跟局长讲说，那是不是我们附近有一个寂静的公园叫中正南音公园？那它目前是有水泥步道，那距离上面大概还有将近有50-60平的空地，那等于那这些上面怎么来运用？来提升这个公园的一个民众参与的一个可行性，因为现在来讲，虽然是水泥步道，中间有2块、7块是当作一个中间的暂时休息区，但是我观察了一阵，大概观察半年多来，发现上去的民众不多，那想怎么样去增加这个民众的参与的程度，来让这个步道能够更美化更好。所以我跟局长谈了这么一个因缘，所以。刚好湖南这带有办这么一个步道的一个讲义，大家非常好吧？那就你跟长江大哥两位来参与这个所谓的步道讲义，来就这一块来试试看吧。我说好吧，那你推荐我们来看你试试看，看能不能够搞定我们专题的。那真的不错，长江大哥，我知道他有全部背景，所以其实这一块我们可以来一点力量，有让这个小小的一块地能够让它活起来。就是我简单的问一下我们的参加的一个过程。各位好，我叫李长祥，我们住在那个文山区中顺里。中顺里就是在台北市南边景美溪的边上，那边有个政治大学，政治大学出来一些那个里是中顺里。那我们这个虽然是一个里啊，但是它里面也有一些小山呐、讲高也不高了，这个几十公尺的小山啊。那山上有很多的树，只是说呢，只有一条路。刚刚我们林大哥介绍，它是一条路步道上去，那就必须要沿路下来。那个山呢，中间呢被开了一条路，就切断了，就变成两个独立的小山。那每个小山都是一条这个单独的一个步道山里，然后就沿路下来。所以我们在想说哈、是怎么样子能够提升这个小公园的使用效率？好，
那所以我们也抱着这么一个想法，那看看能不能够怎么样子来再做另外一个步道，能不能把它连贯起来变成一个环状，好像怎么样做。那所以我们还知道有这样一个课程，里长也希望说我们来做这个动作，那所以我们就也很难得的一个机缘，就来参加这么一个课程啊。当然我能够来基于说，第一个我是我们里里面的职工，第二个呢，那我也有服务背景啊，那所以被你们来给选上，那在这里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方法，谢谢大家。谢谢那个千祥大哥还有彩兰大哥。我补充一下，之所以我们会邀请这几个社区，当然各自都有一些因缘。比如说社群社区，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明谦老师他去过社群几次，然后就是透过大哥邀请嘛，然后知道总干事这边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就邀请他。然后没想到我们也只是问一下，结果邱大哥就答应了。因为从南通来，每个礼拜来，我们也都是觉得压力很大这样。那活动这边，因为我们就像刚刚淑慧姐他们也有提到，我们过去在那边有一些合作哦。那中顺里这边呢，就是跟文山社区大学这边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中顺里的里长非常热心投入这一块，然后社大那边也推荐中顺社区，其实他们有机会可以来做一些这样的事情，那刚好有这个课程，所以就向我们推荐他们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步道学的实务课。换大家，要怎么开始？喂，圣剑大哥看到我在看你，然后你就笑了，好吧？那好，先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就这一次除了刚刚提到社区组的伙伴呢，我们这一次还有2014跟今年步道学的入门课的同学，那另外还有三位伙伴，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的讲师群其实不只是在协助我们推广步道学。其实大家就是这些老师，他们在四处各地也都会去协助，不管是林务局啊，或者是太鲁阁国家公园的步道志工，首都步道的推广。那在这过程当中，他们有所接触，就认识到一些觉得其实还蛮有行动力，而且觉得或许理念上会很愿意参与这件事情的志工伙伴。那刚好新竹林区管理处维护志工队是台湾第二支依照志愿服法成立的步道志工的那个志工队，所以在之前老师参与的过程当中，觉得这三位大哥、这三位前辈，就是各方面都很希望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互相激荡这样。那既然你们这么特殊，要不要就你们先好了？好。你们三位有讨论出要一起做，还是说各自先分享？三个一起。好啊，三个一起，好吧。那这样子，这三个一起，然后你自己先上一下。不好意思。好，那先来。在林管处里面的所负责的步道里面，几乎都封园了，剩下一个东眼山跟光武，现在还在开放。好，那阿三，我们礼拜天回来，你还在封山中，应该封到月底。月底，但是我们有上去9月8号，
可是刚好我们有上去做一些步道的调查，做环境健康的调查，就是这个区块啊。现在我们有个工程步道图，我们分成四个区块，就看这个。我用这个点好不好？啊，不好意思，因为我只带这个。好，可以。哎，五分钟。哎，这个区块啊，我们也做一些步道调查。这是所有的黄色这个字是我们的巨木，我们叫神木了。神木是过去式，现在很多的我们都在巨木，我们叫巨木步道工程。这是我们调施工的范围。我们所调查的是有15个工项要做，为什么会有这15个工项要做？因为我们现在完成的就是13和14这两个工项。我们先介绍一下13这个工项本身哈，它在还没有未施工台风之前哈，泥沙都把溢流在桥面上。整个溢流出来，如果再有一次台风的话，整个桥都垮了，桥整个都毁了，对，这一块都会毁掉，所以我们把它疏通。这是施工前，这施工中，施工中我们下一个，我们等于是一天的时间就把它做完成了。一天的时间我们把这一块所有的沙泥沙沙土，这个所有的沙土全部移到步道上，这步道也冲毁了，所以我们把全部移到步道上，清楚把桥面也清空，也把它做个顺向的坡，那个水流也非常的顺畅下来，所以这种施工后来非常的成果非常的不错，所以站在桥上完全比以前的那个景观上更棒，因为我们把步道的周边这个坡坎一些我们都把它设计好。好，第二个我们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很多郭老师那天也在那边，我们所有的参与的人员。有生来的第一次光线也在这里，这里非常一个特殊的一个景点景观了、啊。但是科长是说，不好意思，那你看这个啊，我们这为什么我们有设计了15个点？就是所有的平台早期哈、啊，它施工是人时间背景或是那个时代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当初这个平台道路是平面的，为什么做城市栈道？3-5年之后腐败了。而且非常的湿滑，所以去年5月开始，所有的步道从4号神路以上全部都封山，为什么不能走？因为太湿滑了，而且很多都烂掉了。所以我们这次有设定15个，这所有平缓步道全部拆除。啊，这是我们施工的第一个。我们从这里开始，这里是一个是有一个厕所啊，这个厕所就是这一个厕所啊。我们从这里开始施工，由这里施工有两端施作，就是要由这端由上头往上。施工到高点，还有这里下端往上施工到高点，所以这个拆除的木栈，拆除木栈把这木栈移除之后，还有一个横梁也全部移除之后，我们就开你路边做坡坎，做大石头坡坎，去找西边很多的大石头坡坎，啊，这是厕所，生态厕所在这里下，这步道下去，这里一个盖起来，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现在是这一段现在是还没有。做很大的改变，因为我们知道木栈拆掉之后，这段还要经过一些生态调查才能够施工，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是干溪。我们刚刚讲木栈很多的话，就这里做个坡坎，这张坡坎把这个填平，这个从这里上来之后转这边下来，就有这个地方，这变成很平缓。所以基本上我们15个工项里面都是要做这种工作，把木栈全部拆掉，全部用做木原始的森林步道。啊，这是我们当初做生态调查的一个方式哈、啊，就是说我们也施工工项一，它在哪个点？这我们工程里面一期有4分4个区域，我们有一个范围有多宽，一分，哎，你说，速度快一点，我们就说把基本的那些调查的范围都在这里面，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情，做些哪些动作，总共15个点，还有一个要用哪些工具，啊，要我们这个。如果每天是15个人来施工，他要做这些工项需要哪些工具？这有些几个是比较特殊的工具啊。一般这边施工所做步道就会用到，左边这个，11到12以后，就说我们这个工项里面谁特需要用到？因为拆很多木栈，这就是我们当初调查的工项里面的项目，所以要拆除的项目。
这是我们简单介绍一个。不是一个五分钟，是一个人五分钟，来吧。好，我知道。他们今天来，要写天德，我来讲动员三号。不要讲报告，讲讲。对啊，这是我们的调查报告，这是调查记录，做没做？做做。哈哈哈哈哈。讲会紧张嘞。就是分享说你们可能想要做哪一条，做哪一条，这也可以。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施工，这个拉拉山会施工到十一月，会施工到十一月底可以来办，十一月二十七、二八，我们四天办，所以会一直延续下去。第二级施工从十七号考试完之后，等这个核准之后，可能也会投入十一月份也会投入这个拉拉山的这个行列。啊，现在我们已经完成的就是完成很大部分的是东眼山。我不讲，我们很多伙伴也就来做啊。我们介绍一下东眼山的区域是大概怎么啊？在网络上这边找到。我们东眼山步道、登山步道有哪些？至少是步道，有景观步道、知性步道，还有一条很重要就是东南步道，现在也是封山中啊。东南步道是非常是践行体验森林的非常好的一种步道，只说它总共从入口开始到南岳岩截止有7.4公里，如果你没有接驳的话，就来回走10几公里，啊，再加上前面3公里只是7点几，走到东眼山南岳岩入口7.5，再加山从10公里来回20公里，这人文特色这本身也是非常的丰富啊。就是说，如果去了解、有兴趣了解东南步道，东南步道是非常好的一种健行步道，它可以四通八达，就是我们连接东眼山森林游乐区跟南岳岩森林游乐区这一条步道。横跨台北三峡、新北市的三峡跟我们桃园复兴乡这两个连段，中间有一个叫东眼山，海拔1212公尺，旁边有个自济山，你可以走过来。这次我们就是所做不到的施工项目，也是有我们有去调查之后有做个施工工项，目前已经完成1234567891011112，还目前还没有施工，还至少是不到13415这部分也已经完成了。好，我简单介绍一个，一个，下一个换钱德啊。这也是我们调查的一个项目啊，就是我们定做施作点在哪里，我们要一定要定位啊，我面积有多宽，长度有多少，我们说要做的阶高有几个，还有我们的那个GPS 的定位也一定要把它标示清楚，下一个人要去做的时候，也可以就会找到这个地方。海拔是多少？我们目前做法是这样子，改善方向是这样子，我们改善建议是这样子。这我们是做步道调查的时候所希望改善的建议。这我们实做呢，实做的时候我们就是这种报告，这是我做的啦，因为这一队是我在负责在带这一队来一起实做，所以我们定位点也是一样，有这些，我们定位点中间参加职员这些，使用工具是这些。就是我们要做这工项的时候，工具是这些，就 OK 的。但是数量要看人参与的人数来定它的数量啊。就是我们使用的工项的工具的项目，所以我们完成的成果就有这些。我们木栈道全部拆除，啊，就是一整年变斜坡，做两个截水的两阶的横杠横杠截水，五段横向截水，每个间距有1.5公尺，我们踏步进半步刚好出去，所以我们在人体工学的高度超过20公分，18-20公分就每一阶高，幅度是我们是每一阶高，这个斜度只有15左右，15%，所以我们每个阶深是1.5公尺，所以你刚好踏第三步就刚好踏到下一步，不会踢到你的脚，所以我们这种经过一个实做和实际去走每个人的体验，当然是一般的大众的程度来讲，还有清除路面，清除路面怎么清？这我们也有一定的一个方法和做法，这是我们实作的过程，这是我们是现勘，这实作拆除整个摊平，完整的步道就是很自然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在森林步道里面，它的宽幅大概2.几公尺，在这个森林里面是走起来是非常的舒服的，这是我们一起工作的伙伴，最后是成果发表。OK， 谢谢。那个，你下次准备那个礼，然后再看一下。好，那个大家有没有？其实那个就问大哥，还有刚刚郑建大哥做那个报告啊，基本上就是你们说他做报告的样子，大概就是这个感觉。
所以呢，下次你们报告的时间，你们今天都用掉了。好，那直接发结业证书，直接发结业证书。那接下来，先大哥还是那个陈哥先，不是都弄完了吗？没有没有，你们要自我介绍啊，你们要让大家认识你们。那还有，因为刚刚陈大哥他比较是在介绍你们做了哪些事情，但我们希望你们还是决定一条，对，决定一条，希望作为你们这个结业报告，希望介绍的、分析的这样。那是不是？所以我一讲完之后就失恋了。没有，我介绍一下，因为我不用到前面了，我跟他讲，哎，这样不然我这样的话，他可以带大家的基础基础。那我是新竹林管处，以新竹林管处环境维护志工的身份来参加这个辅导群。那我们就是觉得说，我们在做的里面其实有很多东西还是不是那么懂，所以我们就报名。那因为名额有限。因为就千里步道这边给的名额有限，所以我们最后三个人是就被选出来，就来参加。那我们三个人讨论好，是我们想要做就是东岩山的步道。那这个里面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守护，第二个就是推广。我想这个是刚刚里面有五大核心能力里面我们听到的。那我们为什么要守护这条步道？因为它是在林管处的辖区里面很重要的步道，因为它每个月为林管处带来将近100万的收入，这是对林管处来说。但是对民众来说，这条步道的重要性在哪里？它的文化意义是因为泰雅族的话叫做东眼山，并不是那个东眼的意思，而是泰雅族人称那个山叫做东边有一堆森林的山。所以这是文化上的意义，然后那个生态上的意义是说，那个地方有生痕化石。东眼山平均每一个月在东眼山的游客数有12000多，所以它带来的那个生态教育的推广的意义就会呈现。而且东眼山也是林管处里面第一个成立自然教育中心的。所以我们觉得选这个地方有它的意义在，所以这个是我们想要选东眼山的其中的一个意义。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生态上面，鸟类好像有43种，然后蛙类有17种，然后接下来应该就是我们希望说老师能够同意我们就是选东眼山这条步道作为我们这一次步道选的。功课，对，然后对，接下来看 A 哥。OK， 好，那他们两位把我们要做所有要做的要讲的都讲完了，那我就简单自我介绍，我姓崔，叫崔学浩，然后我是阳明山国家公园跟新竹林区管理处的志工，然后我们在就是说为了做这些为了。我们那时候进要来做这个步道志工，就是说我们踩坏了，因为我们一天到晚都在山上，在上山下海，我们踩坏了很多步道啊，所以我们现在要回头来把我们所有的步道把它归复过来。然后我们希望我在填那个报名表的时候啊，他说你对步道的看法是什么？大家都有填嘛，对不对？啊，还是只有我有报名？你没有填吗？我没有填。OK。我是说啊，我要让要弄出一条步道来啊，就是不管让谁去走啊，当你第一脚要踏上去的时候，你会犹豫一下，哎，步道在哪里？然后呢，你左看右看，然后你就发现，哎，这边应该是一条通道，然后呢，你就走进去，然后你就很自然会顺着这个步道一直走下去，然后那就是那一条步道。可是你下一次再走的时候，你可能又要犹豫一下，可是考虑了半天，你还是会走进去。就是说，我们希望让这个步道永远能够维持到跟大自然没有被切割、没有被破坏的那种感觉。当然，那个是理想，因为有这么多的爬山的人口，一天到晚来来去去，很快就会把那个路基给踩出来嘛，对不对？但是我们要尽我们的能力，就是说把所有的步道都能够维持在像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好，那是我的梦想嘛。好，那我的报告这样，谢谢大家。谢谢大哥，崔哥，还有学大哥。
那因为接下来还有剩下九位伙伴嘛，好，所以我们要不要稍微休息一下？好，我们以后面的指针为准，好不好？8点整回到教室可以吗？好，这两个差不多，好，反正8点整，好，谢谢大家。大家希望换谁？如果我们倒着来的话，是不是宜萱？是哈，好，那我们就请宜萱，他是2014年辅导学的。那段变道路线可能还是存疑，就是事实上他们以为的正路可能不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有去查一些那个，什么总督府啊、日治时代总督府的那些舆图那一类的，所以他们有去做一些调查。那说在我看了这个之后，我有点后悔走这条路，因为我根本不会爬山。那是一段非常原始的道路，然后因为经历了这么多的时间，其实有一些民宅已经荒废了，那基本上就是一个有点像是那个北高通车之后被荒废的那个石碇乡的那种感觉，就是它更早一批就已经被荒废过了。那所以我可以选其他的吗？啊，你先说吧，因为可能都会被打枪。所以说实话，我当初报名的时候，我就随便乱填，真的。所以要介绍一下，它这个步道，原先看到的那一段就是北宜高通车之后，发现那段步道其实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很有名的观光步道，变成那个关西户屿的步道，所以它长度很短，就是非常轻，好像甚至还可以骑脚踏车，非常的平坦，那就是完全是水化的，沿着溪旁边。过去的那些那个水泥块的那种感觉。那石碇乡的话，大概就是沿着那条溪，不好意思，我忘记名字了，它有名字的。然后当地的居民就是沿着那个溪边去居住。那他们其实好像有一些人是因为那个翡翠水库在开建的时候被过迁过去的。那迁过去之后，那个原来的那个住户的所在地变成迁到，那他们有一些居民是从那边迁过去到石碇或者其他地方，分散在平林石碇这一带。对，所以这一带的话，其实在人文上面的话，就是他们会有经历过这一些被迫妥协啊，然后可能也是跟那个大埔农民要被征收之后，只好抱着钱哭那种惨境。所以他们现在的社区意识蛮凝聚的，所以才会有说他们在北宜高通车的时候，他们的社区就集合起来，
要求要做这一段那个步道的复旧，他们不是复旧，就是重现这段步道，但是那个时候就是由区公所替他们做了这段水泥步道，那基本上他们应该是觉得对社区的发展有注意，但是可能还没有开始去注意说这个生态上面可能有其他方向可以发展，对，因为他们石碇那边的话跟平林一样，其实都是主要是务农吧。这部分我不是非常清楚，因为我接触到的那个小学的家庭家长，他们大部分是做务农的。后面，对，我刚想说，那这条其实介绍完就可以盖起来了。另外两条比较简单，是都在台北近郊，在靠近士林那边有一条。不好意思，我名字也忘记了。名字是大家都知道。没有黄希文的，不好意思。对，因为我原先我其实只记得有一条赏萤步道，黄希文我有点忘记了，就是那个温泉步道我还蛮喜欢的，但是我没有做其他深入研究，因为它这个也是台北市政府的大地工程处已经在最近这几年已经盖好的一条步道，那它就是有结合北投那边的一些文史方面去结合呈现在步道上面，然后让来走步道的人可以去深入的认识北投那边这些温泉的历史，这样子是还蛮特别的一个构想，但是我还没有就是深入去研究它，不好意思，我单纯只是因为很喜欢它。然后另外一个比较有生态维护意识的是在新店那边和美山一条赏萤步道，他们那个社区也是有投入在做一些生态的关怀，他们希望说可以让那个生态变成可以吸引萤火虫，所以他们有去注意当地的原生植栽，哪一些是可以吸引萤火虫来生存的，大概是这三条步道。其实也不用这么紧张，大家也不用这么紧张哦，因为我们应该在课前通知、课后通知的时候有提醒，有跟大家说明，就是因为我们是后面实务课程才会来引导大家慢慢针对你要做的这条步道去做深入的研究，所以你现在其实刚刚怡萱讲了，因为他只是单纯喜欢黄溪温泉步道，所以他就写出来，其实这样就可以，那只是说我们因为不见得大家都去走过，比如说黄溪温泉步道，所以你就稍微描述一下它有什么样的情势，或者是它走起来很舒服，这样也可以。好，那所以不用这么担心。然后重要的是时间，不是一条步道五分钟，是一个人五分钟。好，再一次强调这一点。那因为我们有一些学员有回复那个步道，所以我们先以有回复步道的学员先上来分享，可以吗？好，那再来怡萱，再来就思维好不好？思维。大家好，我是思维，我也是就是2015那个步道学的学员。那我这边挑的三条步道，都有点有点冷门。第一条刚好也是在活动，就是它其实中文叫柱子潭，可是台语好像叫雷阿塔。对，因为我查到网络是念北阿塔，可是看中文的念法差很多，所以我一直也不确定。好，那它其实是在搭火车比较不会到，就是它在如果开车从对方那边下去要往石碇，往那个活动会先经过圆山子分王道，它在圆山子分王道的上面正上方。那它那一条就是会去这里，其实是想要挑一个假日要去九份那边不会塞、不会找得到停车的地方，然后就可以停车子停在那边，因为几乎不会有去，然后就可以走一小段古道，然后就可以接到很人工水泥的流浪观光古道，就一路走上去就可以到九份那边，然后可以玩一玩再回来这样子。对，那我觉得它是一个还蛮有趣的地方。好，然后第二条是冷饭坑古道，它跟前面这两条它其实也都是淡蓝古道的其中一部分。冷饭坑在石碇这里，就是它在刚好就在石碇休息站
北二往宜兰那个北宜高速公路石碇休息站的正对面而已。然后它其实还蛮原始的，它就是它往上面其实也没有很大概走一圈的话大概半天左右可以走完，那附近也可以下到石碇或者是绕一圈要回来也可以。然后就是步道是还蛮好走的，就是泥土大部分还维持蛮原始的状况。然后第三条国家山应该更少人知道，它其实主要我也只去过一次啊，然后主要是因为想找一条近一点的。它其实很靠在文山区，它很靠都在动物园的对面那一块啊。然后它其实就那边就是一路可以连到最靠近这边就是辛亥路出来那里福州山公园那边，然后也可以就是通到富阳公园啊。它其实整个就是连在一起的那一块，它是很尾巴那个很靠近山区那边下去的地方，然后那里其实大部分步道都已经就是还蛮不错的，就是还蛮平缓，然后也很自然。然后我要在那时候是其实就想带同事从台大走到政大那边去，所以就沿着那个路一直走过去。然后你经过北大山的时候，发现它画面就是有点荒烟漫草的感觉，好像上面还附近还有以前被荒废的不知道是游乐园还是什么东西，所以就很奇怪的设施在那里，然后就。就觉得整条步道都这么好，连这一块地方这么奇观啊，也许可以把这整个整理好一点，会整个看起来比较完整一点。我三条步道打一个。立伟，请问一下，你那国家山那条步道是就是主线，一直可以一直接到福州山？它主线应该是算叫，它其实也是就是一直接中虎山，然后就是这种大家知道吗？没关系。好，那再来，所以它出去是接军，就以前军工路那边就接下来。哦 ，OK， 好，那换辅林的话。大家好，我是高辅林。我的名字很好记，就是痛风的最讨厌的那个死。对，然后我选的步道是离我家很近的，就是金店中和，然后已经到五城边，然后我是选它的前段，就是丰庐地步道，然后它就是从新店跟中和的交界，然后一直走到那个南山福德宫，然后大约是4公里。那这一段我是觉得一开始的前段，人工跟天然混杂嘛，那人走的人不太多，可是走起来有一些部分还蛮舒服的。那我比较推荐的是，有人讲青春步道或者是中和步道，那就是紧接着南山福德宫一直走到那个彩蝶社区。那个沿路它都是走林线，然后而且有树荫，然后又大部分都是自然步道，然后它中间有一个那个。南四角山，那最高也才302，所以那一段我是觉得走起来很舒服。那据说那个好像只有1.3公里，那我平常走起来就花15分到1个小时就能走完。那我选的步道就是交通方便，因为我不开车，我只能靠那个公车、捷运等等之类的。那它离那个就是这些那个交通，他们都还蛮。虎林那时候，就刚好提到我们做那个交山步道的铺面调查嘛，虎林就是协助我们调查，龙德就是中和这边的步道。好，再来智权。听说你是我们办公室，那个我是智强智权。那我主要写这两条步道，不是因为我想推荐它，是因为我只是在这两条步道上看见我遇到问题。那之所以说那个新兴公园步道，是因为它。其实新兴山是我们平常蛮常去走的山。那新兴公园那边就是在从苗圃那边上去之后，会经过一些公路。那边主要我看到问题，并不是说路不好，而是它路实在是很烂。就是会让你原因，是因为它公园那边就是大概就是七星山有一个环山步道，就跨越平的话，从苗圃上去这边，然后从这边到七星古峰，那这边有一个那个大概是一个很平台的地方，那边是七星公园。
那公园里面就是那里的步道是水泥步道 ，OK 是没关系的。是那个水泥步道是就是拿水泥，然后干了可以走了，就是很不是一条路，它是连最后洗压格都没有做那种这种步道。然后所以就是上次看到的时候是已经整个都龟裂，然后就是也没什么想什么，因为它已经坏掉了，而且就是整个就是凹凸不平那种水泥。那所以写的这一个。那另外一个只要电缆步道，它其实是我家那边是一个就是大家吃完饭之后会散步的一个河堤步道，全长大概4.2公里左右。那而且它并不是因为说它不好，而是它是因为它最近在因为叫人它有很多桥的部分，那有一个地方叫天母桥，那边其实是一个大概就跟这个讲台比这个讲台还要宽的一个人行道而已，它不是一个主要的人走步道，它是一个徒步步道，那旁边是马路。那好像是我们那边的那些那个村里长觉得就是应该要把这个路，就是人这样走危险，会掉出去外面，所以他们在旁边多建了一个新的桥。那个新的桥好像是一个景观桥，正在新建中。那景观桥没关系，可是那边其实是一个晚上大概10点钟，在都市里面住宅区可以直接用软钢行进的地方。那我很喜欢那个地方，可是那我看那个桥之后，它现在已经盖了一半，那整个桥哇很漂亮哦，然后就一堆灯光的那个动能都做好了。然后现在想象说，哇，到时候晚上10点钟应该月光来了，应该星星什么都没有，根本看不到。再来是那个地方刚好是另外一侧是。其实是蛮多树的地方，那其实有很多夜灯在那边，或者猫头鹰啊、蝙蝠什么都在那里。那于是乎，我看到这个状况的时候呢，我就很自动的打去写 FB 给我们家那一群议员，我就跟他说这个问题，我觉得不是很好，因为大家既然就路做一个新的桥让大家好走是没问题的，可是问题是你因为这样造成了光害，造成了那些生物都能生存，这事也不太对劲。那后来那个院医生他真的有去跟好像有跟市政府。做法，那他就跟我说，可是那当地居民的要求，他们希望当地也可以照亮一点，因为那边其实就很暗，不好，是跟他讲，他其实在晚上10点钟的时候，用肉眼也可以看到行动。于是说来写这个状况，但其实不是特别喜欢，是因为这就是我生活的两条步道，就是说看到这些问题就可以。所以其实步道不是只有路的问题，可能像光害什么都是个问题。以上，谢谢。补充一下哈，因为之所以刚刚说有一些步道会被打枪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一些地方它可能已经不太适合，或者是根本没办法用手动步道介入去改善。所以七星公园步道，以你的经验，那个水泥会敲掉吗？那应该我是想说等它烂掉再处理吧。好，因为如果它敲得掉，搞不好也可以，因为我们在留错就敲过，我们真的去把。水泥步道敲掉，就是有这个有已经松动，可是我想说要等它烂还一阵子。好 ，OK， 那再来吉人，你有答案没有？你已经把期末做过报告做好了。最主要在这边报告的三个步道，也是大依照，因为经过我自己的一个工作的经验嘛，因为我本身是营造业的啦，所以说大部分都是在从事一些建设的工作，那当然有可能就是会去破坏到整个环境生态，所以我也想要来了解一下整个它的一个那个手作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所以说我才会来参加这个步道。那我选择的第一个就是柴寮步道跟三貂岭的一个步道。这个里面的话，它最主要也是依照我们的那个，我是比较偷懒的，就是从那个新北市的一个登山健行网去把这些资料去把它抠下来的。那因为这个步道呢，我有去走过，那它全长也差不多6.8公里，那因为它又跟三貂岭步道整个是串联在一起的。那最主要就是这个步道里面，其实它的整个内容，这个环，因为这个步道说实在是不是很好走，那要花蛮长的一段时间，至少要5-6个小时才能把它走完。
那因为它最主要是能够串联整个猴童这个区域，也是刚刚那个社区里面的这个部分。那也刚也才听到说还有一个像这种后凹的一个步道，那我不知道这个部分有没有把它串联在一起。那我觉得这个步道真的是，因为它有三个瀑布群，所以这个瀑布群它的一个攀爬困难度真的还蛮高的。那我是觉得这个步道对我来讲是蛮吸引我的。这个就是针对这个材料步道的一个现况的一个那个平面图。那因为这个选择这个步道，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公司也有从事一些施工跟设计建造的，所以说我们会针对这个部分哦，去做一个现况的一个调查。那当初可能是有案子，刚好针对新北市的一个礁山的一个设施去做一个事前的调查的一个状况，所以我才会比较了解这一个步道，那也亲自去走过。另外一个，这个大庆步道也是在本案的一个范围里面，我去做一个调查，但是因为这个位于深坑区。总长的话，它是比较短，只有1.8公里。那它因为它最主要是在深坑的一些那个观光区的景点附近，然后它可以接着这个阿柔洋的一个产业道路进入到这个步道里面去。那因为这个步道我没有亲自去走过，所以说也是一个我想要去了解的一个步道。这个就是从网站上面抓下来，针对这个步道的一个现况的一个位置。另外一个就是逸仙山这个步道，这个步道在双溪区，它总长不长，只有1.7公里。那它其实它的那个入山口不好找，它会藏在一个庙的后面。那因为这是一个环状的一个步道，那因为这个步道就当初我在核四工程的时候，就在这个附近区域工作。那对这个步道呢，因为偶然间去发现它，然后也喜欢上它，因为真的很短，那只要花1个小时时间就可以这样子来回的去把它走完。那最主要是因为它的那个制高点逸仙山这个观景台，它可以看到整个双溪的一个风貌，整个双溪的火车站一直到整个区域都可以放眼，都可以能够看得很清楚。所以说在上面其实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状态。那以上是我的一个说明。谢谢。好，那个谢谢吉吉的那个期末简报，好像来跟业主报告了。好，那再来旭宏，旭宏。这边都没有做维护，那只能在认它的这样荒废。
出废墟的状况。那这边有个墓志墓志铭啊，这个据说是于右任是提的，那上面其实有一些涉及政治的涂鸦，什么好多书什么小说政治。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步道上面呢、啊，其实它是一个天然步道，但是在这个步道已经就是有之前有人去做过，但是它是用一种它是用网状的。的一个材材质，那它用沙包的类似沙包的样子才堆砌起来。那这边是近拍可以看清楚。那这个是一个上坡的地段，那就是他把它挖成是阶梯的状况，然后就放了这个可是陷阱，所以是竹子啊。那放这个竹子也不知道它实际上的作用是什么。可能踩到会滑下来，心情很差。那这个阶梯上去之后，就是一个水泥的一个铺面。那在刚刚看到这边也是一个废墟，然后这是由上阶梯上面往下看。那这边有一条小路，那旁边它有用水泥把它做起来，应该是防止那个土石要土石崩落。这是往回看，就是阶梯。那绕上去之后可以看到这个奇岩，那可以帅气的爬上去，然后看底下的一些风景。这是可以看到整个。那一路上接着大部分都是几乎都是这个水步道。那这边其实水坡度不会很陡，也不会很难走，可以慢慢就是很舒适的在这边行动。那这边的树，刚这边的树没有说长得很大，可能是因为地质关系，它的土壤深度是不够，所以树没有长得很大。那这是。制高点的地方，我做一个造型，丹凤山的一个造型。但是丹凤山的地名，这边就没过。好，那接下来就是继续往下走，也是一样，都是水的一个铺面。那我们可以发现到，其实它在水泥的两侧的部分，其实有一些可能是被雨水冲刷掉，它的土壤其实已经有让那个。水泥铺面的结构已经有点掏空的现象，这个是近来。那这边也有部分的水泥，它已经呈现一个崩解的一个状况，这也是危险。对。那这边的话，它丹凤山它又称松叶山，那这个应该是某种松叶，不晓得是不是有并存的还是。那水泥步道的尽头，接下来就是要往藏民寺这个部分。那接下来就是直接的，就是一个天然的步道。那可以看到，其实有一些应该是也是被水。那这个是大地工程处在上面做的一个监测，它的波会不会往下滑的一个状况，因为那边据说是一个顺向的。那稍后可以知道说，在那个地方也有一个开发案准备，就是目前是停工的状态。那这是丹凤山步道的照明寺到七湖这一段，那全长大概。1180公尺。那我们这个地方是回程的地方，那为什么经过一个叫做历史公园的地方？那这个是有一个湖穴，就是湖穴的一个地形。那这个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那个建台，那目前是一个停工，那因为它是在可能是在树江坡开发，那它把它坡脚挖掉之后，它有可能。会整片山坡往下
的一个状况，那所以他现在大部分的处有做那个监测，盖房部的都是那个监地的，那因为他们当初就是直接把那些比较大的树全部都挖掉，那目前最大的树大概就是这个，那这边其实有一些抗议的民众也在这边，丹凤森林变豪宅，其也变成小农村。那青山城有位绿树价更高，但为建立建商力两者都很高，就是在出口地方有点抗议。那我就报告这边。但是你跟建局如果是同一条步道，这样有点危险，因为要是这条被打枪，你们两个就要再去找新的怎么样？好，那接下来是不是请还没有分享步道的伙伴？因为我们今天有两位伙伴没有到嘛，好，所以应该还有几个。一题，好，就请没有分享步道的伙伴，我们就还是自我介绍。那你也可以说一下你喜欢什么样的类型的步道。其他在没有芒草的地方，主要就是以低海拔的榕属和
南科的植物为主。然后所以就是这条古道它虽然说现在已经都是水泥的铺面为主，但是它沿途的人文的景观跟自然的景观都很丰富，所以我想说借由调查部分，然后之后做出一个完整的调查报告，那可以让民众更了解说这条路道这条古道它以前发生什么事。那虽然说它没有办法走到自然天然的泥土路，但是它也可能会多思考一下说这条古道和它生活在这个古道的人们以前和现在，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路径。谢谢。最后一位压轴。各位好，我叫赵文昌，那这是什么事就不介绍了。首先的话跟那个客户小编子抱歉，真的很抱歉，我不知道要上什么。我一开始报名之后我就已经想了很久，但是我没看到，我不知道上什么。我选择丹凤山步道，错了，无巧不成书，丹凤山步道，广义的那个金剑岭步道。那另外一个是大屯西峰、大屯南坡。我混在一起讲，因为我没有像大家那个去研究啦。我选这个步道，从那个技术面考量，它的共同点，我选它的原因就是路面很烂。它以丹凤山来讲，丹凤山步道按照官方说法有两种长度。刚才那个旭宏兄那个照片里面，陈庆良公司上来那个图，那个图是大地工程处比较新。830公尺，从陈庆良公墓那个东山口走到赵林寺，这一段路叫做那个丹凤山步道。然后赵林寺在我们新界那又另外一个名称。那这一整它里面错综复杂，整个叫做金剑岭青山步道。我选的原因是从陈庆良公墓那个鱼右任碑往上，一直到水泥路。刚才大家看到这个这一段路，以前我的记忆里面都是土路，它类似冲石坡那样子，没草，没铺面。如果你晴天去走，就是硬块火块，还好走。如果是雨天的话，那可能裤子就会黑黑的。然后大屯西峰，我选它的原因是大屯西峰东侧这个长度大概从大屯西峰到下面的那个号称200公尺，那里面大概有半是类似松石坡那样子，但我很久没去了，大概3-4年前去看，远远就会看到一个类似眼睛这样子，一片绿绿的山，然后两条黄色的，那全部都是松石坡，我们爬很陡。整个阳明山公园那么多山里面，就是大屯西峰东侧那100公尺最难爬，那我选这条路就是因为那个地方。一样就是都是土，然后下雨天就会很湿。但是为了要做简报，我9月26号我就去，结果两条冲石路剩下一条，表示路常常会变。我几年前看它是有两条冲石的路面，很难走，很滑，需要维护。那现在是只剩下一条，另外一条草长起来，所以。只剩下那个。那大屯南峰呢？大屯南峰南侧大概100公尺上下，它也是一样，都是土，就是没草没铺面，但是有树根。哦，那这个原本我想说，如果两条我就把大屯南峰去掉，如果三条我就加上来，因为大屯南峰南侧这一些100公尺上下这一段路呢有树根，那又不能像我以前弄步道那样把树根砍掉。因为那个树根是我们踏脚的地方，而且那个树砍掉了，可能国家公园会不同意。那这三条路共同的特点是这样子，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是丹凤山呢，丹凤山步道它每天早上可能都有人去运动，很容易亲近。虽然从旗岩也好，从北投也好，从你从捷运站到登山口还有大概10分钟。十分钟可能要再走一段路。那如果说我们修步道，现在讲是可及性，你修步道的话，可能你就要把用车子开到赵明寺那边，那边可能可以暂停一下，因为我们扛工具。
以单货上来讲，就这样，你可以把车开到那边去，然后工具口罩里，很快，那个整条路号称800多，号称1100多，那算得很短。但是大屯西风、大屯南风的可及性就比较不一样。我们从那个小六公车的终点站到念天坪大屯西风的登山口，1.7公里而已，但是都是直接步道。啊，如果要扛工具的话，可能可以跟那个国家公司商量一下，从20坪，他有车路可以开车开进来。大概就这样子。那风景啊，或者是人那些发现，我没有什么研究。谢谢。大家都报告完了，自我介绍完了，对不对？没有漏掉的。但就是往这边看，发现谁漏掉了，所以没有漏掉的哈。好，那现在助教跟老师们正在讨论，就是刚刚我们分享的这几条步道呢，有哪些可能不太适合用手做步道的方式，步道施工的方式去介入，或者是去做一些守护。那最后会决定出几条，再进行分组。那在他们讨论的过程当中，因为陆陆续续我们助教跟老师都到齐，所以再跟大家补充介绍。那个刚刚进来的是那个明谦老师，他是我们讲师群的其中一位哦。最后大家能不能结业？然后那个请我们的助教群可不可以都站起来？哦，几乎都到齐了。我们这一次邀请了9位，第一期哦步道学从入门课，经过那个千挑万选，然后到15课，最后完成结业的伙伴哦。那我们从那个一婷，我就不用自我介绍了哈。一婷，好，我们这边有大一婷跟小一婷嘛，哈，是年纪上的大小。对，是四球大哥，就刚刚有提到，就是集美山小组当时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子的步道志工次团体哈的成立，然后再来是小军，我们是哪一位学员在桃园？这个是建学的人，我也不知道，没关系。好，那反正小军他家就在桃园龟山那边，好，所以本来想说有一位学员，因为他说建筑没错嘛，然后他可以就近辅导，不过你们挑的丹凤山太东山，好，然后再来是阿关文娟，好，然后再来是建宇，最后是天顺大哥，好，这几位呢，接下来的15课，他们会在每一组，然后有几位还没有到。有一个待会会到，然后还有一位在台中，所以在台中的那位志工就会请他协助那个社水社区的伙伴这边。好，所以接下来在进行分组的过程当中，大家还有没有任何的问题？刚刚这样子分享完了报告，有没有什么疑问想要提出来讨论？你们可以做了，谢谢。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好？那就是我们做这个步道，不是我们说了算，因为他可能国家公共在管。可能领导就在跑，可能有的市政府，反正就是国家机关在做。那是不是就是好？步道学这边会帮忙把关的关口，然后就说 OK。第一，为什么你们会觉得要做步道？好，我们只有在那个课程安排上，大家还记得12月12、13这两天，我们会去做步道，对不对？那之所以景美山那条会做，就是因为我们去年开始，因为景美山小组的关系，我们跟大力树有这样的合作。除此之外，大家认养的步道呢，都是纸上谈兵，这样大家可以理解吗？我们希望借由这个过程，让大家了解说，当我们要去用手做步道，用步道这个方式去介入一条步道的时候，那我们必须经过哪些过程，要做哪些准备，包括前面的这些资料收集研究，到后面的规划等等，这样。所以大家认养的步道，除非，这样说好了，因为第一条中埔山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刚刚其实没有伙伴分享，但是我们放在名单里头，因为这条步道呢，我们刚跟大力工程处有谈成，所以我们很有可能会用景美山小组这样子的模式，继续去协助跟文山社区大学合作。文山社区大学，我感觉他不进来了。好，所以会有一组需要认养中埔山步道，那这一组呢？之后很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机会把你们想的做好的这些分析跟规划落实在这里头，其他的基本上可能就像刚刚文山大哥的提醒也对，因为这些步道它基本上都是分属不同的单位，好，所以除非说
我们最后如果真的，比如说公园处啊，或者大地处的同意，那我们有机会用手动步道方式介入，那才有可能去实做这样。好，那大家还没有问题？你们后面那个步道决定了吗？好，那我再说，听你会换点线。好，在秀出来最后决定的步道之前啊，吼，这个分组的规则还是跟大家稍微的说明一下。第一个社区组基本上我们就不可能动，然后也会以社区提出来的步道为主，然后在过程当中我们就是老师学员大家互相提供一些分享经验，然后让这个步道的规划可以做得更符合大家的想象。那接下来大家看到右手边的，就除了社区组以外的，只剩下新竹处的伙伴，你们可能会以你们新竹处辖下的步道为实习，或者是不是实习，叫做分析的主题。可是呢，不代表这是必然跟绝对的，你们也可以挑这些步道。好，原则就是这样。然后再来是一组呢，我们希望不要超过三个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跟我们之后的户外踏查的课程设计，还有实作课程的设计有关系。所以我们希望每一组不要超过三个人。那这个也跟成果发表有关系，因为我们会用一组一条步道就是一组嘛，一条步道一条步道上来做报告。如果一组超过三个人的话，那其实时间很难分配。但是如果又只有一个人的话，那就等于这个人要报告十分钟，我们整个成果发表的分享就会变得非常冗长。所以我们希望尽可能让每一组控制在二到三个人，这样大家可以理解吗？好，那这也是之前的经验啊，所以希望尽可能的不要是一个人一组这样。好，那你那边好了吗？好，那就请把最后决定的步道名单做出来。那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如果你发现你的步道没有在上面，不要伤心，不要失望，就赶快选另外一条。然后呢，我们原则上就是用步道唱名的方式，看大家就举手，希望在这一组。好，那也请各位助教，待会名单出来之后，步道的名单出来之后，请就你希望协助跟有兴趣协助的步道去做认养，不要不是看人哦，是看步道这样。好，好 ，OK。所以最后我们剩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条步道，这么多。那现在要开始，对，开始讲。第一个，希望参与周埔山步道认养的，好，志全，武林，好乖，好一点。那再来，呆梦生，我们有三个人的呢，就是你们三个嘛，对不对？好，所以建勋跟那个文章大哥，还有那个俊宏，对，啊，什么华？对，俊宏。好，再来是材料三雕岭步道，几级？还有呢？没有跟你一组，怎么会这样？还有没有人对活动的这条步道有兴趣？还是你就跟他们一组？没关系，待会那个删掉的那个先打上去。那如果说你还有其他的第二顺位的话，再来那个。好，那再来是大茄岭步道。大茄岭步道有兴趣？有没有伙伴想要认大茄岭？青春步道，我连自己抛弃了自己的青春。青春步道有伙伴要认养？好，没有哦。再来是，下面打。等一下谈。阿旺谈，让我再。等一下谈。凤仔鸡。打枪。啊？等一下谈吗？好，反正没关系，因为没有人认。好。冷半颗。在竹生龙道上面。好，那就还是你们好了。
你们的好吃。冷饭坑。好，上面就冷掉。只有一个。好，然后我也要。你也要？对哦，好，因为你知道不能一个人是吗？不是啊，就是好像就是社长会有关系带大家。好，国家山，那张国家山就没有人了嘛，对不对？那淡蓝古道北路，玉成，好，那东眼山就是我们今天出的三个伙伴哦，还是你们要跳出来的？我觉得你们很想要跳出来，对不对？是吗？啊，没有吗？好，OK， 那这样子我们会有几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组。吉人，你是一个人，一哎，等一下我们还有一位，还有一位伙伴，是裴兰。裴兰，因为他也没有提供那个他想要提出认养的护照，所以不然就是下一次上课，或者是我们在下一次上课前。我跟他联系看看，说我们现在有这几组，那基本上还可以再加入的，就是吉人你那组那个三貂岭跟冷饭坑这样子。那如果说他加入冷饭坑那组，那三貂岭这个自己一个人做可以吗？好，不会，人家那么厉害，他已经把那个简报做差不多了。好，那就是因为他做差不多，所以他可以一个人做。好，那再来就请我们的助教。好，刚刚那个说到那个五项核心能力，其中有一项大家还记得吗？就是。环境里面宣导，就是从第一届做的最好的那个学员进来哦，我们的那个硬汉哥，来一下让他。我看他也会参与进来，带来跟其中一组。好，所以我记得社区组的我们已经分好了。对。还有谁没有子仲不是啊，子仲是社区的。好，所以除了没有来的裴兰跟建群之外，大家都分到组了，对不对？宜轩，对哦，你干嘛自己默默的坐在角落？因为我完全不认识这些道士的歌曲。没关系啊，那就跟着有经验的去找三貂岭。是哦。其实刚刚宜轩有提到，他不是爬山的人，所以他觉得来做这件事情很不好意思，其实很错。我们这边步道之工资深的学员也有不爬山的，好不好？他的领地领域就是500公尺海拔以下，所以200，你是200，然后有记录的。好，重点是你就是参与进来，你真的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很有意义，然后跟大家一起做这样。所以你怎么办，宜轩？你公园山那边没人哎、欸。对啊，到底在哪里？打上去。所以宜轩呢，你有什么？还是你要冷饭坑？那个我也没有办法。为什么？在那边。我知道有一条100多公尺。100多公尺。哪一条？就是在天母。我是说长度还是海拔？长度大概600-700，然后海拔大概100。是天母水管路的下面，中山北路7段到一条，那条是完全的哪一条？是刚刚没有提出来，他都没有，是没有提出哪一条。我从没有提出，也只是说水管路的下面，就是已经下面，天母下面，石尾，它沿着石管，对，到底就是一个瀑布，它是等高线，它大概对等高线。不是哪一个？我的那个不是那个宜轩，因为冷饭坑呢也不会难走，然后它海拔也没有在200公尺以上，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因为思维跟瑞宏他们其实是你同学嘛，就是都是文山步道学同学，你要不要考虑跟他们一组看看？那啊？然后再愿意啊？他们敢不愿意吗？没关系，重点是你的意愿啊。
你看，如果 OK 的话，就把你放在这一组。那黑兰那边，我们就再问他，看他有没有自己想要的，或者是就跟琪琪一组这样。那就把怡轩放到冷饭跟辅导，不是放在冷饭跟辅导，就这一组这样。好，那接下来请我们的助教来照顺序吗？还是要用抢的。等一下，我先那个几个社区组，因为我们社区组的步道是早就已经决定了，所以我们已经分好。那个中顺不是涉水社区是建熙，没问题。建熙今天没有来，他在台中，所以就近可以协助涉水这边。然后侯栋的话，侯栋是谁？建宇，建宇。你们跟建宇认识吗？他第一次是做救灾。哦，地形之地。哇塞，好哦。那中村社区我们是请那个龙汉就近帮忙，因为他办公室就在武山区，对，就近。好，那除了这三位之外，我们还不是说只剩下五个人可以，因为可以两个人一起。好，所以就请剩下还没有决定的伙伴。开始想位，中午三，好，这个大哥，你看，没关系，事情总是有变化的，好不好？来，四九大哥，中午三，好，那丹凤山谁要协助丹凤山？那个助教，你们不要以为你们跟学员有得挑哦，你们不会空哦。如果你们没有认的，我们就直接指派了。丹凤山，好，小军。小军。那材料这条你要不要借你们顺便？好，可以开玩笑的。材料三条里步道，哪一位助教？那个，对，你还不挑，再来就超过人买了，完再来就挑。不是有两百吗？哎呀，那天伦大哥也不挑的原因是，现场的没有来。我进了上班，好了，那我材料。好，材料。那冷饭哥呢？那东野山呢？没有比这个远的了。阿关，你还没有挑哦。那个东眼山怎么办？阿关可以吗？你要认两组，好。那那个，好，那志久大哥，志是。好，那这样子，阿关你要跟谁组？你跟龙海组，好，那就是协助那个中正社区这边。好，都 OK 了吗？助教这边，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觉得从刚刚六点半开始到目前为止，就这一段大家最开心？这是什么心态呢？好，所以分组跟认养的助教都已经选好了，大家有没有任何问题？关于课程的进行，然后。结业的资格，然后助教的人选，助教的人选应该不会有问题了，因为我们都还不认识他们。这样子，这个中岭山呢，因为实业要做的，那我觉得没有关系，好，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两位老师有没有要补充什么？不打，那明确。好，
那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太好了，因为今天呢，大概就是我们这三个月唯一一次可以准时9:30之前下课的一次了。好，那下个礼拜开始，下个礼拜是上步道的资料收集。好，那请大家如果对于之前我们上过的入门课程，要收集哪些资料，还有不管是你上过然后已经忘记了，或者是想要多加了解的，先到步道群，大家可以上这个步道志工协作平台，你就直接 Google 步道志工协作平台就找得到了，不用记网址。然后这个步道志工协作平台上面呢，你可以找得到过去我们上过所有课程的讲义简报，还有影片档。那影片如果那边的连结失效了没关系，你就到 YouTube 然后搜寻千里步道，千里步道的频道上有所有我们上传的影片，好，那也包括步道学的这些影片这样子。所以如果你希望在下个礼拜上课前有一些复习啊温习的，就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那下个礼拜正式上课，我们的教室是202，好，然后上课时间一样是6:30。你看，6:30上课这件事情对大家来说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今天很多伙伴是将近50分左右才有办法赶到，所以6:30上课大家是 OK 的吗？可以，可以。好 ，OK， 那个厂长大哥代表说可以，那大家都可以了。所以下个礼拜6:30在202教室，那就大家加油。好，没有问题，我们就今天课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既然我们提早下课，对不对？今天晚上10点，公视纪录观点有千里步道的纪录片。大家如果对千里步道还不是那么熟悉的。